尉迟孙立向宋江说了，要攻打祝家庄，他可以助他一臂之力。宋江一听，说孙提辖，攻打祝家庄，您有何高见呢？孙立说，我也不是有什么高见，只是这是天意使然呐、我和祝家庄里边的人有点瓜葛。祝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习叫铁棒蓝廷玉，这蓝廷玉跟我是亲师兄弟，我们两个人是跟一个老师学的武艺。我这回到这儿来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蓝廷玉一直知道我是登州府的兵马提辖。我呢，不妨扮作被调到运州来的提辖，去拜访蓝廷玉，带着我们这一伙子弟兄打进祝家庄的内部，把他的内部情况了解的了如指掌，然后咱们内外夹攻，祝家庄是指日可破呀。俗话讲，强兵而要内攻。宋江一听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助我也。孙提辖，不知你要是打入祝家庄之后又有什么高妙的主意呢？孙立说，咱们可以商议商议。所以当时孙立和宋江、吴用他们就详细研究了一个周密的打破祝家庄的计划，甚至于从哪天进去，哪天动手，从哪个地方打，都研究好了，而且几种可能也都估计到了，万一这样怎么办，万一那样又怎么办。这个周密计划研究成了之后，孙立马上就告诉军师吴用说，得劳您的驾，下命令给我做一面旗，然后呢给我们这些个人都换换衣服。就这样，军师吴用马上下命令做了一面大旗。这面大旗上面绣的是什么呢？上面绣的是登州府兵马提辖孙，这是官职的职旗啊。这面旗举着就证明他本人的身份，给谢珍、谢宝、邹元、邹润他们这些人都换上官服，临时赶制的，跟这个孙立带的这些个人衣裳还有统一。现在你一看，这都是大宋朝的官府中人了。全都安排好了之后，于是孙立让手下人挑着大旗，带着邹运、邹润、谢珍、谢宝、母大虫、顾大嫂，还有他的弟弟孙新、铁轿子洛河，他们这一行人就由打宋江的营里边出来了。由打宋江营里边出来的时候是晚上出来的，怕被别人看见。晚上出来往远处绕，绕到祝家庄的后门以外，天帮亮的时候，他这个人马才奔祝家庄的后门而来。天大亮了就已经到了祝家庄的后门外了。来到祝家庄的后门外，孙立勒住坐骑，单手提枪往庄门门墙上一看，那上面有祝家庄的庄丁啊。祝家庄的庄丁站在这个庄墙上往下一瞧，哎呦，这怎么来了一支队伍，高挑大旗，上边写的是登州府兵马提辖孙。哎呦，这是官面啊。哎，这个孙是谁呀？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孙立在下边就说话了，哎，祝家庄的人，速速往里边禀报，禀报你们的那教习蓝廷玉，你就说登州府的兵马提辖调任运州，我叫孙立，特意到此来拜访蓝廷玉，让他出来见我。一说这句话，祝家庄庄墙上的这些庄丁急急忙忙往里禀报，禀报给蓝廷玉得知。蓝廷玉一听说是孙立来了，哎呦，蓝廷玉高兴，他先问这庄丁他是怎么来的。他挑着大旗，那旗上面写着登州府兵马提辖孙，没错没错，那是我大师兄啊。他带着多少人？看带着人不多，有那么几十人吧。嗯，好，我先去看看。蓝廷玉马上先登上庄墙，往下一瞧，在庄墙上就跟孙立说了，哎呦，大哥，今天您怎么来了？是廷玉吗？
我跟你说，今天呢，我眼看着就调到运州来了，因为这一带梁山坡这些贼寇闹得太凶啊，官府之中把我调任到此，这不嘛，我携带着家眷，你嫂子也来了，上任之前呢，我先到你这来看看，本来想从你们那个正门进，结果我看那边扎着很多大营，我听老百姓讲说是梁山的人来了，所以我没从那边来，我是绕道到后面来的。贤弟进来可好吗？哎呦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开庄门。这蓝廷玉马上下了庄前，开了庄门，放弃吊桥，这就把孙立这一伙的人全都给接进来。接进来之后把吊桥拉起，庄门一关，一直让到了大客厅。到大客厅里边，也就是住宅的大客厅，先给他们一一指引，先介绍朱少峰、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这祝是三杰，挨个指引完了之后，这蓝廷玉跟他们就说了：祝太公，跟您说呀，我经常跟您提起的我的大师兄，人送外号病玉池，他叫孙立，这就是他。我大师兄到咱们这儿来了，当运州的兵马提辖了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事儿啊，他统带运州的官兵啊，他听说梁山坡的人到这儿来攻打祝家庄，也到这儿来瞧一瞧，这一瞧正赶上。大师兄，您这一来呀，我这个底气就足了，我这个胆子也壮了，我跟宋江已经打了好几仗了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没有人马帮助我们，您这一来我就不愁了。师弟，我也没想到宋江在这儿正攻打祝家庄啊，看来这是天意让宋江当灭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我就在你这个庄子里边先逗留几日，我看看这个宋江梁山上的人他们有几何勇战，我帮着你一块儿把这个宋江如果在这里又抓住，那你可就露了大脸了。宋江、晁盖，这是当今皇上心目中都挂了号的人，如果把这两个贼首抓住，借往东京汴梁，不但是要受重赏，而且你还要升官晋级呀。蓝廷玉一听啊，这眼睛里边都闪了光了，闪的什么光？闪的是金钱官位的光。蓝廷玉想，我的大师兄一来帮着我，把宋江一抓住，那我人生的命运将要改变一步了。是啊，大师兄，这个事儿可就完全依赖于您了。别光依赖于我，你的本事我也是知道的。朱庄主，宋江这伙的人最近还要攻打你的祝家庄吗？这老头在旁边连连点头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整天我不得安宁啊，我睡觉都睡不瓷实啊，有时候几回做噩梦，扑棱家伙从床上都掉地下了。老人家用不着这么害怕，有我来了就行了。这孙立一来呀，按说那个祝彪那是最狡诈的一个人，就连祝彪对孙立都没有产生怀疑。为什么？一个是蓝廷玉认定这是他大师兄，再一个说他挑着大旗来的，上面绣的官职有，以往呢还听蓝廷玉讲过他有个大师兄在登州府当兵马提辖，更有一点说明问题，就是他带着家眷来的，人家的确是走马换访上任。朱标心想，如果说他是细作，说是诈降的话，他不会把家眷都带来呀，哪有这样的啊？孙立呢，向他们挨个一一的介绍，说这是我的家小，他的家小就是岳氏了，其余的呢，穆大冲、顾大嫂啊，孙新，再加上谢珍、谢宝，这都是他的亲戚，跟着他一块过来的。邹元、邹润呢，这两个人是运州派去迎接我来的两位工人，说他都给安排的挺好，挺全面，使别人一看呢毫无破绽，所以就连祝彪这样狡诈的人也都信了。马上摆酒宴，先庆贺他们的到来，给他们接风洗尘，
酒席宴前正在喝着酒，酒至半酣的时候，外边有庄丁报说宋江派人讨敌要阵。这一说宋江派人讨敌要阵，孙立在旁边就说了，哦，看来这宋江是工装甚紧呐、啊。我们庄里有人去迎敌吗？祝彪站起身来了，怎么没有人迎敌？今天我出去打一阵。祝彪尤其当着孙立的面前要显示显示他自己的本事，祝彪马上就出去了，中间退席。出去之后，他们这屋子里边继续喝着酒，这酒喝完了，饭吃完了，把这个酒席撤去，换上茶水的功夫，这祝彪又打外边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孙立就问祝彪，怎么样，此次出征胜败如何？嗨，别提了，这回出去打了一仗，不胜不败。怎么叫不胜不败呀、啊？来的是小李广花荣，是梁山上一个贼头，这个小子剑法出奇呀、啊！我跟这花荣征战了约有20多个回合，这个花荣啊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他秣马往前就奔，我随后就追。可是庄子里边众位庄丁一个劲儿的敲锣让我回来，回来之后我问他们，他们才跟我说，说怕我吃了亏呀、啊。这个花荣是神箭手，他往下一拜，肯定要败中取胜，要用箭射我，怕我躲不开。其实啊，我哪怕他那箭，他射多少箭我都能接住。我一看既然是庄丁一片好心，就算了吧，所以我这就收兵回庄回来了。这祝彪啊，纯粹在那坐着抡圆了吹大个的。他一说这番话，孙立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啊好啊。他们还会工装吗？我估计今天他们不会工装了。好，明天要再工装的话，我亲自出马，我看一看，我会会这些梁山将。好，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这儿了。这一住在这儿，祝朝奉把这伙子人当作近人了，当作官亲了，把他们安排到他们这个祝家这个大宅院的后院，女眷和女眷们住一起，这男的嘛，单另给他们都安排房间，房间都安排的非常好啊，安排的非常舒适，待若上宾。一夜过去之后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早饭用过，外边庄丁又报说宋江等人又派人讨敌要阵。这功夫孙立听到这里就跟蓝廷玉说，廷玉啊，我刚到这里，需要了解了解梁山泊这些贼寇的状况，今天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出征啊，带着我这些个弟兄和我的这亲属？蓝廷玉说，那当然可以了，你要一出兵给我压住阵脚，大掌威风啊。好，孙立说，我今天跟你走。丁玉吃孙立，带着小玉吃孙新，这弟兄两个还有谢珍谢宝，他们就一起披挂齐整，开开庄门，由打正门就出去了。病玉吃孙立，为什么叫病玉吃呢？孙立这个人呢，长得这个面色有点发黄，看着像有病一样，其实身体健康的很，根本就没有病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手中使枪，背后有鞭，好像当年的尉迟恭一样，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病尉迟。孙钦跟着蓝廷玉带着500名庄丁由打这祝家庄里边出了庄门，雁翅排开，裂开阵势之后，他在这大旗之下勒马提枪往对面观瞧。对过，宋江已经带着梁山上一些好汉在对面裂开了阵势，两军对垒到两军阵前，就看宋江的这阵营里边啪一催马上了一个人，这人是谁？正是拼命三郎石秀。拼命三郎石秀跨骑一匹银鬃马，身上没有盔甲，穿着一身箭衣，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。石秀催马上阵前，来到阵前把枪一横，哎，祝家庄哪个过来疆场分个胜败？石秀这一点名要阵，旁边孙立瞧了瞧蓝廷玉，
师弟，今天这一阵让给我怎么样？我上去会会他们梁山这个人究竟有几何勇战。大哥，你初次到此，让您上去就跟他们交战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这有什么？昨天我睡了一夜觉，已经缓过来了，身体不劳累了。哼，好啊，如果大哥要是真要去疆场上征战一番，那么小弟给你擂鼓助阵，用不着。并与吃孙立双腿一颗飞虎山，这匹马来到疆场上，双手一颤，这条造金枪，来将通明。带着拼命三郎师秀一看，心里就明白了，送了个嘱咐了。到疆场之上是这么办，这么办，那么办。一看孙立到疆场上来，就说明他们已经卧底成功，打入祝家庄。告诉你，你这爷太人送外号拼命三郎，我叫石秀。哦，拼命三郎石秀啊，没听说过，无名小辈。你是梁山上的属寇，见了你家天下老爷还不快下马备旁？石秀说，下马备旁，你得迎过我这条千里催马。啪一枪奔着孙立就扎过来，这一枪奔孙立扎过来，孙立啪拿枪往我一磕，两个人马打盘桓转了两个圈，打着打着十几个回合过去之后，这枪往回头一搭的功夫，枪挡这有枪缨子，两条枪的枪缨子就绕到一块了。这一绕到一块，就看孙立单手轻枪，这个右手腾出来，由打身背后蹭把这十八节虎尾钢鞭抽出来了，这边绕着枪绕着绕着这鞭一举，啪横扫一边，就把拼命三郎石秀一边是打落马下。孙立一回头喊祝家庄的庄丁，来人绑。